戏时间到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彤彤姐姐，我是哈密瓜哥哥。今天有哪些哥哥姐姐要一起玩游戏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我是你的宝贝。哇，宝贝宝贝是保温杯吗？还有环保杯都可以，贴上环保。嗯，对，没错。如果出去买饮料啊，或者是外出的时候，记得自己带一个环保杯，这样子也比较环保哦。嗯，卫生又环保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下一对的哥哥姐姐是谁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蓝莓太阳饼。哇，我知道是颜色来分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个蓝莓内馅的感觉，酸酸甜甜的太阳饼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的游戏跟吃没有关系，是跟杯子有关系哦，叫做翻杯子连线。哇，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？这个游戏呢，我们首先要拿一个杯子，然后呢，把它放在边边，成功的把它翻过来。好难哦！如果你翻成功的话呢，就可以赶快抢这个九宫格，迅速的连线。那一队呢，就是获胜咯。哎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有点难，有点技巧。赶快翻成功的就换下一棒啦。彤彤姐还没有哎，彤彤姐加油！只要成功了，就赶快换下一棒。然后我连线成功了，耶！这样我如果没有连到的话，我这边就歪歪，就输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哥哥姐姐玩游戏吧，加油！来了，来了！哇，第一棒派出泡芙姐姐跟水晶姐姐，有信心吗？有玩过这游戏吗？真的没玩过，但我会努力。水晶姐姐呢？没玩过，但是有信心。哎呦，这个小诀窍，这个小诀窍就是轻轻的就好，不用太大力。好，太大力一翻会出去。OK， 轻轻的，试试看，自己抓一下力道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喽，看谁先连线。预备，开始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快点，机会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水晶姐姐轻一点，再轻一点点。太轻，太轻，太轻！加油，加油！哎，这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！太好高哦！第一杯是黑杯子，对不对？占了中间的最好位。对。但是后来呢？白杯子。后来居上。连三番。对。我们这一队，你是我的宝贝，真的是宝贝啊！换上好了，我们还是让贝果哥哥可以练习一次。对，再玩一次机会。好，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再玩一次，你们棒次要不要重新调配一下？重新调配。柠檬哥哥，你第一个。好，那我第一个。可以好，那你换成第一个。你要洗杯子吗？好，可以。还是要换杯子的颜色？帮我洗一下。所以那边是不是？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颜色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换颜色。对，这是我哥哥，我可能觉得黑色对他来说不吉祥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来，不会，好，来，一人拿一个杯子，预备，看谁先连线，开始。白色的杯子比较厉害，好像是，好像是白色的杯子比较好，换白色的杯子都那个马上连线。但其实樱花姐姐刚刚跟蓝莓姐姐真的是差一点，如果樱花姐放了之后，赶快去挡住他们，他们也有可能会赢哦。可不可以让我加入也玩一次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谁要跟我一队？我们，好，那我们主持人加入一起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两个开始，预备。等一下哦，看看。可是我们是黑色的杯子哎，很棒哦，好。看谁先连线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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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杯子的游戏真的太刺激太好玩了。小朋友，你家里如果有像这样子轻轻的纸杯没有用完的，或是在外面喝饮料带回来的，你其实可以废物利用来玩这个翻杯子游戏哦。对啊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，下一次再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来玩游戏吧。耶！我觉得。